令人专辑照的封面。有第一张是 Make 戴爱玲的， Make 戴爱玲是这样子。咦好好好，第二张为爱做的为爱做的是是。好的，我们现在看到这满满的一桌，就是由梦玲从春日为我们带来的。对，那既然是山芋公主，所以我们要介绍一下。我们前面看到的这个就是生的山芋，对，叫高雄二号。高雄二号。然后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八十日藻，因为它比槟榔新芋就是早收成八十天，所以它叫八十日藻。哦，对哦。你有吃过这个山芋吗，雪雪？有，阿妈有种。你哦，你们家里也有种是不是？对呀、啊，清大部会把它冻碎放进去。对，我们一般怎么吃呢？就是用你们家的电锅，可能就是外锅放一杯水，然后里面就是蒸个四十分钟就可以吃了。打开来，然后沾酱油跟蒜头吃。没错，对。张开你的双手，和我拥抱你。心享受远方温暖的友谊，围着圈圈跳舞，拉近了距离，让我们都看见善良和美丽。阿诺开始忍不住了，这样去问那个阿姨，这样，哎，你到底是吃什么？阿诺臭啊，你的屁！这样，我老阿姨就这样转过来，这样，哇，给你闻就不错了，还想给我知道配方了。沙沙唔沙烟，哈公公啊，比来比来，哩哩沙沙唔沙烟，哈公公啊，比来比来。蹦擦蹦蹦擦，去花莲一定要吃马吉蒸鸡。七八月文化丰年祭，随手带着垃圾不要忘记。不然下次不让你去。掌声！一气第一题。非挥发性化学花卉肥料。Oh my god！ 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乌巴克来第一题。哇，这个非挥发性化学花卉肥料。好精，好精明哦。肥料就肥料，我们听得懂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个 KULJELJE 就是丁记的族名，这个全部拼起来就念作古乐乐。后面这个 TURIVUAN 就是丁记的家名，这个全部拼起来就念作赌黑不晚耶。